进来的工作人员啊、2块钱。真的没有准备三首，其实没有准备 echo， 对不对？真的没有准备 echo， 因为其实自己真的很累，真的很累，精神涣散。这些应该让我们那些学生唱吧。精神涣散。今天完全不唱我自己的歌，因为呢，我要他们6月7号，新加坡歌手要开音乐会很困难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来听我那个时候唱《苏打蛋》的星期天还有48块，而且48块是做宣传用的。我唱这首歌，就是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。也结束，真的结束。我今天在阿城间演出，这个东西我很少碰到，因为我习惯戴眼镜。他们说你的眼睛很漂亮，就应该戴隐形眼镜。我说不行，如果真的就是戴隐形眼镜的话，那很多女生就要站到后面去了，因为我的眼睛像我妈妈，所以我还是选择戴眼镜。这首歌送给你们，非常谢谢你们出席我的这个音乐会。那也不要忘了我的这个吉他手，就是来自 Echo Music 的 Jessica。
看到我。